大怪东叔叔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嗯。娘，老虎油真的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啊。你想说，新子走了，福星走了，你也留不住的。 老虎油，我不让你走。老虎油，你就是我娘爱的老虎油啊！儿子，过来。娘。儿子，听娘说，人各有志，老虎油四海为家。好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回来探你们的。孩子，跟他们说再见吧。 再见了，娘，老虎油真的要走了，快点留住他呀，娘，娘，快留住他呀，娘，老虎油，我娘她说爱老虎油，快留下吧。 你小子，好东西吃了你就忘不了，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吃鲈鱼是为了纪念老虎油，因为老虎油最爱吃鲈鱼，对不对，娘？你什么都知道啊？对了，娘，你是不是真的爱老虎油？小祖宗，你吃什么呢，娘？炒豆子，很好吃的。这是巴豆，巴豆，巴什么豆？拉死你！拉什么？拉稀，赶紧吐出来！ 天哪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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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口水，漱漱口。你怎么什么都吃啊你？来来来，赶紧漱漱口。哎，娘，大块头叔叔回来了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大块头叔叔，你回来了！啊！你怎么回来了呢？黑子病了，他拉稀，跑不动了。拉稀呀？哦，拉稀？怎么会呢？ 这黑子真可怜，你一定是累坏了吧？啊，嫂子，我想问你要点药。牧场里总该有药吧？我有啊，这方圆百里生口病了，都管我来要药。我看黑子这病啊，起码得10天半个月才能好呢。10天半个月，有那么严重啊？算了，我还带他去镇上看兽医吧。大怪兔叔叔，看什么兽医呀？我就是最好的兽医，他这病呢？ 来欺负我！这儿的栏杆都烂了，这儿的栏杆好多地方都烂了，那儿烂了，那儿烂了，那儿也烂了。哪儿烂了？你说都烂了，你说这狼要是进来，这羊怎么办？啊，牲口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呀，我这谦谦弱女子呀。
怎么对付得了这些狼呢？是吧？谦谦弱女子。跟你比起来，我可不是谦谦弱女子嘛。也对。哎，你不是在找活干吗？啊，对啊。哎呀，你在哪儿不都得干活吗？不如你在我这儿，我这个人特公道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？那好吧，反正这几天黑子病了，也上不了路。好。你呀，就帮我修栏杆，修完了之后啊，我还得扩建呢。这些工程没个十天半月，还完不了呢。你不如多待一段时间吧，啊？啊。哎，你饿不饿？你要是饿的话，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让你说的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啊，行。当家的，你走了五年了。这五年，我一个人拉着正阳，照顾牧场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本来我想，这辈子就这样过了。可谁知道，他来了。他这个人不爱说话。跟块木头似的，跟你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喜欢他，如果你真的心疼我，心疼我们的孩子正阳，那就不要生我的气。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，保佑正阳，保佑他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快快乐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衫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子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。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你一定记得这首词，这首你最爱的词。三年前我常常读给你听，那段快乐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。和你一样，
那也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光。如果你还念在当日的情分，就请你把我给放了。可惜啊，我爸早已物是人非，就算我是当时的梁永昌，你恐怕已不再是那年的沈星慈了。星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一直以为你死了，这封信我一直藏在身上。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死了我有多痛苦？你又知不知道，因为你死了，我迁怒于多少人，我又祸害了多少人？我这样做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。每次做了坏事都有那么多借口，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，难道你自己就没有错吗？你说呀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承认我错过，真的错过。星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再做错事了。我向你保证，真的。让我们远走高飞，远离沙河镇，原来这些纷纷扰扰、是是非非，我们也找一个像这里一样安静的地方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像从前一样幸幸福福的生活下去。我不会再胡思乱想，我不会再犯错，好不好，星慈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说白了，你还是忘不了赵世勋，他哪里比我强？你个贱人！贱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喊！救命！你再大点声！救命啊！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人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万家庄的冰窖，方圆几十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一定会有人来救。不过你得等，等到明年夏天。梁永昌，我求你放了我，我求你放了我。我放了你？谁放了我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放了我吧。女人，我让你做人你不做，我让你做人你不做，好，今天我让你做鬼。不要，你
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今天就是天也帮不了你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别把花花卖了好不好？花花都那么老了，又瞎了眼，又老又瞎，不卖了他，难道等他死了才卖啊？那你以后又老又瞎，我又不会把你卖掉。你敢卖我？小兔崽子没良心的！娘，你再说，我不带你去省城了，不给你买糖葫芦了啊！大块头，哎，我带正阳去省城，给黑子的药放草料里了，你先忙着，我明天回来。好，走。娘，花花好可怜啊！行了，别再啰嗦了，赶紧走吧，赶不上时辰就糟了。乖啊，哦，就好了。陈芳芳，李耿明，没错了吧？谢谢您啊。不用谢。娘，啊。李耿明，这不是大块头叔叔的名字吗？把他写在小牌子上干嘛啊？你懂什么？少啰嗦。咱们到这里来卖花花呀？这里谁买花花呀？啊，是不是不卖花花了？卖，你要是再啰嗦，我连你一块卖了。出去玩去，去呀，出去玩去。月老菩萨，戏女陈芳芳上一段婚姻也是您成全的。当家的5年前死了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日子过得不容易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想在这里求第二段婚姻，希望您能够成全我。是上上之谦呐，这谦文叫出门遇贵人，因缘克就，佳偶天成。我的贵人，等等我，贵人，贵人，吃吧，别着急走啊，贵人，吃吧，贵人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害怕啊。我请你吃饭去，我今天把鱼卖了，我有钱，我们吃饭去吧啊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什么鬼呀、啊！来，大口吃肉啊，多吃点菜。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贵人？行行好，神仙不会骗我。走走走走走，行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没钱，赶紧走。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干嘛呢你？啊，狗眼看人低啊你！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婆婆，进来吃点东西吧。
跑什么呀你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你？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怎么见了我就这么害怕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抢了你的东西你害怕，你生气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不是想让你进去吃点东西吗？哎呀，你跑什么呀？走，咱们进去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哎哎。收拾干净了，看着倒挺俊的，虽然是徐娘半老，可也风韵犹存。哎呀，可惜了了，怎么就瞎了呢？娘，你把衣服都扔了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说你娘有毛病，找打呢你，小兔崽子。那你干嘛突然对婆婆那么好啊？又是找大夫，又是换衣服的。你懂个屁！那咱们家就一张床，咱们睡哪儿啊？大夫说了，他休息一晚上，吃点东西就没事了。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打地铺，睡那儿。睡地上啊？对呀，听见我说的没有？赶紧铺床去，赶紧的。邢嫂子，邢嫂子，谁呀？哎，你在这儿呢？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出去说去。什么没事没事？一会儿有事儿，一会儿没事的。怎么了？你卖我的啥驴子？花花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瞎了？你这不明摆着坑我吗？哎呦，兄弟，你看看你这个人，你明明告诉我是用来配种的，配种的关键是男女，跟瞎了有什么关系啊？好好好，咱不说瞎不瞎，那么老了还怎么配啊？哎呀呀，你也真是的，那叫老吗？那叫成熟。你看那身子多棒啊，只要是公的，一见准受不了。不行，钱至少退我一半啊。哎呦，你这人真抠门，你不会做生意。留着自己用啊！我知道你是要转手卖给红毛鬼的，你放心吧，小伙子，以后我手里有好的货色，一定第一个就想到你，听见没？啊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没事。你现在弄清楚了吧？我卖的花子是我们家那头驴，他这家伙又老又瞎，我卖他干嘛呀？红毛鬼能要他吗？他怎么自我感觉这么好啊？他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他啊！哎，邢嫂子，你不要太动气了，其实只是一场误会。你看人家老婆婆也挺可怜的，这一跤摔得挺厉害的。他可怜？那我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为了保护他，我摔成了这样，我不可怜呀我。我凭什么呀？他是我什么人呢？
这老婆婆真的挺可怜的，她是被老乡给骗了，才落到要饭的地步。就她这样，活该。哎呀，现在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就算了吧。你看她那么一大把年纪了，眼睛又瞎了，你就掏点钱给她，就全当是做做善心吧。我不给，我把钱扔进河里，我都不给她。你听我说，她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日子还能过得去。他呀，孤儿寡母把儿子养大，跟你挺像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跟谁挺像的？跟你挺像的。不不不，我是劝你做做善事。我做什么善事？他不是有儿子吗？他儿子怎么不养他？是不是他心里有毒？他儿子都不养他了？那可不是，他儿子常年在外面找活，有人啊气他是瞎子，骗他说他儿子在外面闹事了，被关在省里，骗他呀把房田全都给卖了，急巴巴的赶到省里去救他儿子，结果所有的钱都被偷了。骗子也跑了，后来事情闹到衙里，你说我们也帮不了什么忙，人家是一朝被蛇咬，哎，这也难怪呀。我就是不给。给他拿过去啊。哦，哎，他要是不要，给我拿回来，听见没？嗯。哎呀，这可好了！哎，邢嫂子，你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！少夸我，他那儿子也真够没良心的，娘眼睛都瞎了也不理。叫什么名啊？以后我见到他非揍他不可。哦，叫什么耿？哦，叫李耿明。哎呦，哎呦！再说一遍。叫什么名儿？叫李耿明啊。儿子，娘，给你钱。怎么了？婆婆呢？她早走了，她说不要你这些臭钱。可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把我娘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叫卖了她？你是不是人呐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如果你是真心喜欢我的话，怎么会把未来的婆婆打成这个样子？我还能要你吗？你滚，你给我滚！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是不信，要打要杀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？鬼！你敢说，我就敢打。啊！鬼！月老菩萨，有怪莫怪，只怪戏女无知，得罪了贵人。戏女在这里诚心忏悔，求您帮我找回贵人，送她回家，让他们母子相认。啊，看在我一片苦心的份上，你一定要保佑我，保佑我。娘，婆婆真的住在这里吗？应该错不了吧。嗯，婆婆好可怜啊。如果婆婆真是大块头的娘，那……娘岂不是变成了宋三的弟弟宋死啊？你少贫嘴，小兔崽子，去看一眼啊。娘，这里好臭。别胡说。婆婆，你在哪儿？婆婆，我是邢嫂子，我来给您道歉来了。娘，婆婆跑了，赶紧去追呀！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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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！别跑啊！哎呦，别管我！婆婆，儿子，别，婆婆，婆婆，别过来！等等，娘，是我错，谁都不许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们谁都不许过来！
谁都不许过来。婆婆，婆婆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是没有恶意的。对，我们是想接你回家看你的儿子。大块头他就在家里呢。大块头他叫李耿明。婆婆，你听我说，李耿明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来就是想接您回去去看您的儿子。您的儿子是不是叫李耿明啊？啊？你听明白了吗？你是不是听明白了？哎呀，娘，杀人了！娘，救命！婆婆跑了！哎呀，快点！婆婆，婆婆！娘，把婆婆这样绑着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她就是不信。等回家见到她儿子，她就明白了。什么呀，啊，快到家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别动了，一会儿你儿子就来了。娘，大块头叔叔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一眼。什么呀？你娘啊，去呀！正阳，走。哦。娘，娘，娘！哎呀呀，娘，别咬我呀！我是耿儿，我是耿儿，我是耿儿，娘！哎呦，我可是娘。我是耿儿，耿儿，你真是耿儿。娘，你眼睛怎么了？你看不到我。瞎了。吃碗面吧啊！走，儿子，出去干活去。站住！行了，行了。算我对不住您啊，消消气，吃点热乎的啊。少废话。耿儿。哎。过来跪下。哦。人啊你！我打我儿子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行，我管不着，你打，你打死他，你现在就打死他！你这个畜生！你年到头都不着家，在外边疯，你娘眼睛瞎了你都不知道，还是人吗？你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，他不用在外面找活干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耿儿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。这个臭婆娘，你跟她无眉苟合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都不告诉我，你还认我是娘吗？这回算您说错了，我儿子他爹不是你儿子。你是破鞋啊！你，哎呀，你怎么能找我破鞋呢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不是这么回事啊，娘！我打死你！邢嫂子她是清白的，我跟她没什么。清白什么呀？孤男寡女能清白吗？我告诉你。我永远都不会承认她这个臭婆娘的。你要认我这个娘，你把她给我赶走，把她给我赶走！老婆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忍了半天了。大块头，她要不是你妈，我这暴脾气，我早就揍她了。我，你敢？耿儿，哎，你把这个臭破鞋跟她那个野孩子给我赶出去，赶出去！你放屁！要滚，你们俩跟我一块滚，这是我家。你心够狠的呀你！你想把我和我儿子支走？你独霸我儿子的牧场，你休想！你给我滚！娘，你把他赶出去！娘，你听我说，这是邢嫂子的牧场，不是我们的牧场，你搞错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跟这个破鞋一块来欺负我！你欺负你娘眼瞎呀！娘，你别哭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啊，娘。你不认我这个娘？你别哭了，你听我说啊，娘。
黑子，其实我现在才知道大块头平时为什么不爱跟人说话。其实他也挺可怜的，要是换了我，我早就疯掉了。对不起。他没事了吧？啊，他刚睡。他还是不肯走。嗯，他眼睛刚瞎了，脾气变得不好。等以后有机会，我再慢慢跟他解释清楚。没事儿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娘一个人也不容易，你应该好好安慰安慰他。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这些天你和你娘住正阳的小屋里，这样你可以多陪陪她。这怎么可以啊？没关系，我们俩之间不用计较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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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大夫说了，你摔得很重，别乱动，要好好休养。没事，没事。到底怎么了？秋玲的药快用完了，我去上山给她采药，一不小心就失足跌了下来。难为你了，不过还好，你自个儿知道撑到马车上去。老马师徒是马把你给带回来的，捡回一条命啊。对了，石俊他怎么样？哎，大夫说的相当严重，一时醒不过来。不行，我必须亲自去料理他，我必须救好他。别，大夫说你要好好静养，生死有命，救不了他，他也不会怪你。小姐，你吃点东西吧，这样下去身体可怎么行啊？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她还是不吃饭啊。这样不是让爹看了都心疼吗？我知道你是在担心石俊，可是你也得爱惜你自己呀。你爱惜你自己，就等于是在爱惜他，不是吗？刚才梁大夫已经醒了，他医术高明，一定会把石俊治好的。你就听爹的。好好的去吃点东西去。啊？怎么了，秋玲？我怎么老觉得你最近心事重重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爹呢？爹，你别问了。什么叫别问了？那不就更要问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出来。爹，你别问了。万爷，我来说。
别说。莫秋玲，如果不说，对你太不公平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死都不说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点说出来。